肩膀不舒服。哦，我最近车祸，所以就是这边连同背肩跟脚都有点怪怪。哦，所以连同你的背像什么症状？背跟肩膀被撞，是挫伤，撞击。挫伤、啊。对，然后是有点就是举的时候有稍微不舒服。还想说？对，然后脚是走路怪怪怪。走路怪怪。就连到这边都。啊，走怪走怪。啊，快走快走去。哎呦，我有掰卡的感觉呢。好，你要不要走路看看？好，刚刚比较一下，我比较不卡了。